走了呗。你之前通气牢以及恐吓，还有伤害啊、哦！恐吓者，那我现在依法将你逮捕、哦。听见了啦！啊，现在时间中华民国113年的8月7日18时20分哦，那依法将你逮捕哦。你之前通气牢以及恐吓，还有伤害啊、哦！恐吓者，那我现在依法将你逮捕、哦。听见了啦！啊，现在时间中华民国113年的8月7日18时20分哦，那依法将你逮捕哦。